好了，我们开始上课吧。我是龙城东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今年32岁，大学研究生，还有博士生。科技报告我看完了，做得还不错。你好，我们龙城大学学术这块招牌啊，还需要你扛起来。 今天讲课磕磕绊绊了，好奇怪啊！我找了你10000年，希望你还记得。 之前的救命之恩，我还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。想报恩啊？ 把你的面具摘了，笑一个。除了你，从来没有人试着想要去了解我。要不然你就叫做沈威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 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您刚才说您想要去那边，那您在那边的名字是？喂，昨日沧海，转瞬即逝。 我不是蛇，我怎么能甘心呢？我绝对不想再提。